嗨，小兵，你知道我们现在要先来做一件事情吗？我知道，我们不是要去那个什么山洞吗？但是事前的，我们要先来用一下塔罗牌，来算一下我们今天的运势怎么样。好酷哦！好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用塔罗牌的三张牌阵，然后来算出呢，我们今天去山洞出发前的运势，以及在山洞探险的时候的运势，以及我们回来之后的运势。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算牌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运势怎么样吧。哇哦，哎，我觉得确实蛮有可能的。好，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买香呢不一定要到饭店。对，这个哇、哦、好多哦，他们有，我有人还全年买一根。请支援收银。哎，这三支哎，哎，真的。那我那时候用的那张图撞鬼了，那就是那个人也撞鬼了，小咪也撞鬼了，大家都跑到进站吃羊肉，结果根本就没有羊肉，都市传说金山的羊肉。那我们就去鸭肉是最有名的，对，这个金包里鸭肉，它有3000多个评论，好像也不用讲，因为它3.8颗星而已。你觉得这怎么很像库巴叫的声音？没有，你可以去前面，前面坐，就跟愚者牌一样，就你是一个富有希望、勇于冒险的一个热情的少年。可他变逆位的话，你就是一个很愚笨的人。如果我们跟他排那个，我们可能就会抽到愚者牌。你相信塔罗吗？你原本也是，就是不太相信这种占卜的，有的时候蛮准，会真的有一些能量、一些磁场。塔罗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帮人家趋吉避凶。虽然说它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可是它里面很多的寓意跟现实是符合的。就比如说你不能够太贪心啊，你不能够太急啊，确实就是现实就是这样。你提点了人家，人家自然会去注意到，可以帮助到人，真的可以帮助到人。而且你刚刚讲的那个能量，为什么我会渐渐的相信呢？我亲身的经验，我自己拍都市传说这5年多，我本来一开始拍的时候，我到那种恐怖的地方，我都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我后来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会想打哈欠，或者是脖子后面紧紧的，屡试不爽。我去到废弃的地方都是这样子，开始相信说，哎，好像真的有一频率能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以科学来讲，它就是确实的。所以玩塔罗，不停的跟牌接触，越来越准，或者某些频率越来越对的，然后到最后就走火入魔，变成西索。而且塔罗牌会让我觉得它也值得幸福的地方，其中一点是它的所有东西都是有脉络，权杖、圣杯、宝剑、钱币，它一个各代表火、水、风、土。像火可能就是热情，水可能就是比较 emotion， 你的情绪。数字0到10就是一个轮回，1到20是一个轮回。那这所谓轮回是什么？0可能就是像出生的 baby， 他们对这世界很有希望，可是其实脚下有悬崖，他没有看到底下的危险。然后反正他就会这样一路推演，然后到9号领略很多了，开始可以帮助人，跑到10号牌命运之轮，然后你现在还会有一个新的轮回这样子。然后11号牌，因为你带有前面你0到10号的所学习过的一个阶段，你依据你过去的经验去审视你未来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那他就会这样一路走，10、20、30、40，然后走到20号，上天就下来吹喇叭，我要接受的就是你之前所种下来，你得到的人生的一个数字。它不管是从数字来看，不同的元素颜色来看，有意思，这样正位有正位逆意思，逆位有逆位意思。所以其实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套在人的本质上有关的。最后，它再透过占卜师的解牌来告诉你说，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那你要怎么去改变它？那当然，你算出来是好的，我们就不要松懈嘛，努力把它做得更好。不管它准不准，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它就是能够帮助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好，讲那么多，吃鸭肉，开始吃鸭肉。他的灵魂。1、2、3
哪边？哦，光武坑到这边是一个漂亮的地方，他们还要新建一个桥，可以渡河。原本那个桥感觉要走到很远才能渡过去。光武坑到要从这个庙里面旁边这个洞进去，但我还是基督教的，我不用先走这边。你呢？你是要先走这边的吗？对啊，夜间蛇出没，晚上不能进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是可以的。嗯，就听说那个坑道里面会有蝙蝠，对不对？蝙蝠的保育区，光武坑道。哇，旁边还有一件废墟耶！真的，哇，这个路口有够小的。我差不多一七多，它这个坑道比我还要矮。对，大家，我们现在要进去这个光武坑道里面。那个网友是说，他是在这个门口的时候，因为已经天黑了，他们怕怕的。里面是真的看起来很黑，可是他的女朋友就像被什么东西召唤了一样，对里面喊了一声“宝宝，我们来了”，然后就走进去了。他们在墙壁上发现那行字“祝英咒”，诅咒为告神明力家殃救也，讲的意思就是说用语言叫神明来惩罚人类，关联就是跟他们堕胎的小孩有关系。他们就赶快进去看看，然后我们刚刚买了香，帮他祭拜一下他的恩英灵，然后我们就在里面跟大家吃个饭，看会发生什么事。好，那我们走吧。这山洞真的很黑。走，洗掉的螃蟹。看到很矮耶，很窄哦。对啊，而且是不是因为早上下雨，所以它有积水？要小心啊！我比较好奇的是，不知道这个坑道会不会有一些弯路？如果有弯路的话，我们不一定找得到它所处的那个地方。恐怕也有点湿。内有住户，请勿进入。内有住户啊？还是说那个蝙蝠啊？哦，是不是？就是说那个蝙蝠可能。因为这里是蝙蝠的保育区，那我们走左边吧。好，我们走左边。不行。哇，有点恐怖哎。因为前面是黑暗的，所以莫名的恐惧，对，莫名的恐惧感。但是还是要发挥我们探险的精神。没错，我觉得这个坑道比较不舒服的地方是，它那个石头一颗一颗有点密集恐惧声，在这里回音好大。到目前还没有找到他们说的那个字哎，嗯，还是我们要喊一下，宝宝，我们来喽。你有什么异状？没有什么声音。嗯，回音好重。对啊，这也太窄了。走。哇，还有楼梯的。宝宝，我们来喽。哇，好高哦！有蝙蝠？对，真的哦。对，我看到了。哇，有蝙蝠哎！真的有蝙蝠，一血蝙蝠，太可怕了吧！头上全部都是大蝙蝠。对，他们都回家了。他们回家了。那有住户，请勿进入。他们是住户，真的。啊，我们到外面了。啊。哎，有字。这字写什么？全长几公尺？我得出一个结论，那个网友在骗我们。那没有那个字，我喊说宝宝我们来了，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嗯，就只有满满的蝙蝠。但是既然来都来了，是一件好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做。走回去出口，点支香吧，上一下那个宝宝，这样。来吧。他是左转右转？我猜是左转，我记得刚是左转。但我们回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仔细看看有没有那行字，搞不好是我们没发现，然后误会别人骗我们。哎，这里旁边的山壁上的确有一些洞哎，这是所谓的蝙蝠洞吗？而且今天下雨，地上都湿湿滑滑的，不要跌倒啊！小心小心。哎，没电了，应该还有。哦，没事了，吓死了。我有很仔细的在看墙壁，目前都没有看到任何的字。我们一路也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之类的，对不对？对，左边有注明。那我就
下，通通换了。他说在修复我的文件。啊？然后是怎么突然这样？对啊，第一次这样。照做吧，插好香。宝宝，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投稿故事给我们，这支香是我替他们帮你插上的，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快快乐乐。你等一下再回来收这支香。好，然后我们就放个录影机在这吧，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你快看，超怪的。怎么了？你看我录影机按不了。啊？超怪的。然后刚刚 GoPro 也……哎，可以了，可以了，现在突然可以了。我们在这边吃个饭，然后把手机留在这里，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从那边传过来的，传一个大的声音，对不对？嗯，有一个东西，有声音，有一个大的声音，对，而且听起来不像是大自然的声音。但是我们的东西完全没有事，哎，也没有倒，箱也没有倒，箱也没事吗？像是一个可能宝特瓶撞到地板或什么，对对，有一个宝特瓶，那一声，对，但没什么异状。那我们现在吃这个第一碗这个炒面，看看它是什么样子。如何？我们金山的炒面。我们本来今天要在山上面吃，想说吃饭顺便想看会发生什么事。熟食的话，我会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它有一种怀念的味道。以前你在学校某个福利社或是统餐的时候，你会吃到的炒面就是这个味道。不过呢，它比那些福利社的炒面还要好的点是，至少它的酱汁跟它的面很黏、很稠的，它是结合在一起淡淡的腊肉饭的味道。那个肉丝也不会太详细，我是不会太常吃啊，就是偶尔你怀念以前的味道，你可以试看看这样，试看这个鸭肉。然后它鸭肉有附这个酱汁的，我们把它淋上去。哇！然后下面很多蚂蚁，他们就帮我们证明了这个鸭肉有多香啊！配上这个酱汁。金黄色的颜色有一种焦糖感，这我估计应该是咸，比较偏咸的。它要吃进去真的是偏咸，甜味非常的少，酱油的味道很重。它的肉本身呢，我觉得还不错，不会到非常的嫩，可是也不会到非常的柴，它算是又柴又嫩。肉厚厚的，但是它这个酱，我个人觉得，如果再有一点甜的成分会更好。鸭肉我觉得是比炒面好的。芋圆鲜炒奶冻，这个鲜炒是好吃的，干炒的香味，这个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鲜芋仙，它鲜芋仙的招牌的冰。就是有一个味道，你把那个味道拿掉，它就是这个。我是喜欢吃紫色的芋圆的部分。果然是大芋圆，面粉感特别的重，扎实的感受。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小芋圆，因为更 Q， 这个反而会让它的 Q 度降低。这就是小笼包跟馒头的差别。我们就一起把它 share 吧。好，然后吃完我们就回去收那个香，这样。鸭肉跟芋圆王吃完了，我们已经完食了。那里又有一个声音，而且我们刚刚在吃鸭肉的时候，我在里面听到好几个声音。那我们去看一下那个香有没有怎么样。好，我们也吃着吃到晚上了。对，我们也吃到晚上了。真的每次走进来就有一股风凉意。对啊，哇，好，已经到。这个风已经到有点冷了，对啊，风好大。刚刚在旁边吃饭，因为洞就在旁边嘛，是有听到一些些声音，但是完全都无关于任何小孩。
回家后续改再说。好，拜拜。大家好，又是我们后续感人的时间啦。这一次这趟回来呢，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只是有我稍早在现场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说，现场一直有啪啪啪啪的声音，然后网友投稿公武坑道里面的阴灵以及墙壁上的那一行字，我们倒是没有发现，除非他们真的是进入了那个内有注明请勿进入的那个牌子后面。那至于出发前算的塔罗牌到底准不准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有70%左右的准度。我现在就来播放我们刚刚出发前解牌的画面给大家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副牌它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意思。首先呢，第一张是我们的节制牌的逆位，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胸前这里有一块方块，它代表的是土元素，然后中间这个三角形代表的是火元素，然后可是呢它手上的圣杯又代表的是水元素。而如果我们想要通向成功呢，我们就必须像这个圣杯当中的水一样互相的交流，像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沟通与协调，走一段路之后呢就会获得成功。不过今天我们抽到的是逆位，代表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出发前呢，我们的进展可能不顺畅，或者是呢，我跟你小咪，我们有可能会因为某些事情造成沟通不良，然后导致事情没办法成功，就是出发前要注意一下，不要什么口角之类的。来到第二张权杖骑士，它是火元素权杖里面的宫廷牌，这个年轻男子英俊貌美，然后拿着一个权杖，然后骑着马勇往直前，看起来非常的很有热情。但是呢，今天我们抽到的是逆位，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热情就会变成方向错误，但还是非常有热情的一股脑的往前冲，非常有可能呢就是一无所获在这个山洞里。最后一张死神，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意义，就是所谓的脱胎换骨。但呢，我们现在今天抽到的是逆位，那逆位它也有这个含义，但是呢，在我们的心态上来说，更执着于过往的事物。因为脱胎换骨就是要从旧换新嘛，对于念旧这件事情，我可能会更焦灼，心态上会有一些不健康的表现。不过呢，现在虽然在心态上会有多一些琢磨，但最后呢，你仍然还是会有一些转机。所以呢，我总结一下，出发前呢，我们可能会有沟通不顺利的状况，那就是我注意要跟小咪不要有什么口角或是争执，我相信是不会啦，我跟小咪。然后接着下一个就是权杖骑士，我们在山洞会一股脑的往前冲，但是方向完全是错的，找不到任何东西。最后就是死神，我们回来之后呢，我们的运势会渐渐的回升，又或者是可能这一支影片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转机，要等时间的验证。对，我们解牌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一开始讲的可能会沟通不良这件事情，我跟小咪并没有发生，但是呢，回来的确有发现某一些当时要补的一些镜头跟我们想象的又不太一样，就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他所谓的沟通不顺畅的一种。那第二个权杖骑士的逆位，我真的觉得是挺准的，至少以我个人来讲，真的蛮好奇那个洞穴里面到底有什么。但最后真的就是变成有点漫无目的，就是一直顺着走，他就什么都没有，这样蛮像权杖骑士的寓意。然后最后死神牌的重获新生呢，至少到目前回来我还没有什么重获新生的感受，我不晓得他要告诉我的转机是什么，那个网友又会再寄什么 email 给我吗？我不知道。有什么状况呢，我会再跟大家持续的更新。那以后塔罗牌这个元素呢，陆陆续续的在我们探险的时候拿出来使用。最重要的是，我帮他们算完之后，他们的感觉是正向的。那今天如果喜欢 YouTube 频道的话，就可以帮我点赞、喜欢，谢谢大家，我是王狗，那我们下次见，拜。